我研究主力，我研究足久诶，而且嘛有主力咧看我节目。主力然后咧看我节目时，互我一个面子，只要我讲诶算用落去，你讲好无？即卖主力定想，哦，这个囡仔咧咧，未输我咧几岁呢？我咧想啥拢叫知。好啦好啦，只要安尼做，来注意听。伊即卖股价维持30块，一个四五天，吼、哦，咱讲一礼拜啦。维持一礼拜，你豆豆30块，你要硬用食豆腐的，硬甲伊揪起到32。伊若对8月1号就开始揪，揪到这礼拜的交易日第五天啊，对啊，伊爱开几亿，成交量逐天咧走，伊爱开几亿，因为有起里有个人，伊要弃权卖迄个啥，伊要弃权卖鸭嘛，伊就是无爱，伊无爱参加除权，伊要弃权嘛，伊会跳车嘛，啊跳车伊爱去接嘛，啊你若去接的时阵，伊爱去饲嘛，所以他会。边拉边出，边拉边出，伊倒单咧，安尼安尼，啊，足足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哦，五天的交易量起来，并讲开起来可能爱开100亿啊。哦，比如说小姐，我们刷10亿啊，10亿你跟起会扣会送着，哦，30块，哦，我29块去挂了，卖着你啊，卖着啥？我买甲你出钱，伊嘛赚2块啊，先赚先赢，慢赚，安尼尔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之后伊就想想，哎。你叫那个我们公司的操盘手过来，你去看白龙雪那边，你为什么7月31号就要开始拉抬？而且你前几天已经拉抬3天了，你看公司的银单已经用多少了？去参考白龙雪的，所以因迄主力看外熊熊买，就像白龙雪讲的安尼，或1到4的时，一先倒他踹踹嘞，你知道？清洗服务哎，后边了时，伊要甲遐银单，伊迄一家挂千几支都会冲啊嘛。伊后壁即马要收盘，人啊袂冲，伊后壁再一家甲你挂5000起，直接3块直接甲你跳31就好啊啦！31跳起都啊，较赢伊头前咧神咧新几礼拜，你知道？所以为什么白龙雪7月30号，我会赶快收月线，我会去甲跳掉，因为月线它如果一开始收太高，8月绝对是开高走低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即马你若讲。七月底收月线已经后壁发动攻，头前发动攻是几家，后壁伊记的时性太牛了，他没有办法再去弄嘛，所以他会用尾盘下去拉，一样是花后壁我看5000几偌济啦，并讲5000几，5000几一半只全部上下五档全部扫了了，乘以好30多啊，较1500000尔，1500000你唔去甲救1500000救起来，全部股本。几千万张诶！你甲扭起诶时阵，30块全部市值都敢咧后边成交量一支呐，扑起你妈衰死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有诶主力会讲，哼，白同学，阮遮无像你所想较简单诶。我呢，1到5，我都要甲你扭，我一直起起，互你加空加空数，我著感觉歹势啊！姐，你不管有起到落，我拢总赢，我还搁50%伫内底咧。你若提早讲，我嘛赢。后壁跟我嘛赢，头前若开盘阁衰落，我嘛赢50%，阁请入变成格律当中，我嘛是赢。今仔日要甲恁传授的这个物件是安尼，我讲啊，白龙是若东山再起过来，恁会惊死啊！我较早逐天放屎放尿，辛苦我逐天拢在想这个策略。每年你就在除权的前后一个月下去做就好，其他都不用做了，其他你就是去游山玩水。吃豆腐的这些人要吃的啦，